夫家坚持喂母乳，病患下场好凄惨。他36就是他的第一胎，三个月之内来我门诊3次，3次都是乳腺炎。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喂母奶了？他说不行。为什么？他说他的婆婆跟他的先生非常的坚持，一定要喂到2岁以上。就这次好了之后，又来4次。这几个月里面哦，不但因为一直喂母奶，又在吃药，又在乳腺炎嘛。他每天几乎都在感冒，他因为感冒的时候并发了严重的肺炎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